sax 风吹得非常的不错。这里呢是在佛光山的停车场，这里啊停车停后车停，有位先生吹 sax 风吹得非常不错。就是佛光山的门牌的下面，我们现在就刚刚去完这个佛陀纪念馆往大雄宝殿，趁着这个夜晚还未来临啊，这个黄昏落日已经是过了的了，已经落日已经是落了山的了，太阳落了山了。来到这里呢，看到有值得来的地方，小品店阅读文艺吃茶品香滴水食堂。大家去完这个佛陀纪念馆呢，就可以来这个佛光山周边走走，还有呢可以上山去的。听说山上面是有很值得去的地方，这里有个小品店，即是有些茶具啊、佛像的雕塑啊，好精緻啊！呢度裏邊啲嘢好精緻，係好，謝謝，好好的，好，好啦，走啦，你好似係唔影得，唔可以影相。咁咧，我哋依家咧就可以喺呢一度行一行啦，睇下有咩特別嘅地方冇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又隨住落日啦，隨住夜幕嘅光臨，夜幕嘅降臨，我哋又結束高雄佛光山一日遊，半日遊啦，其實冇一日嘅，只係半日嘅啫。不茶亭，欢迎你嚟品茗。咁啊，已经系收咗噶啦。咁啊，呢度咧系上山嘅路上啦。听讲话山上面咧系有一啲木雕啦、石雕啦啊嘅佛像喺一个山洞嗰度嘅。咁啊，大家咧不妨咧，去完这个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之后呢，可以上山去看看的。因为已经是入黑了，所以呢我呢就只能够是在这里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发现的东西。啊，这里有藏经楼啊，佛光山寺在上面啊，绮龙观音大雄宝殿都在上面，由300多米到500多米之间。藏经楼在这里，哇哇，我真的太迟出来了，太迟来这里了，本来应该呢早点来，今天可以中午之前来啦。其实大家呢可以咁样嘅，即係中午之前嚟到，咁啊食完斋喺呢度食下斋菜，喺嗰个头先有一个商场里面啦，有各式各样嘅精美嘅斋菜嘅。咁喺嗰度食完斋菜之后呢，就去呢一个佛陀纪念馆里面参观完之后呢，再出嚟呢一个佛光山
嚟到山上面，在嚟呢边参观嘅。咁呢度有大雄宝殿啊，有松龙经阁，有佛光寺，佛光寺，藏经留喺呢度。咁咧，依家夕阳就已经系西落啦，所以咧就显得咧就有少少灰暗啦。不过咧就好有味道嘅。嗰边有个僧人，感觉上面呢度僧侣唔系几多嘅。呢个建筑风格非常特别，非常雅致啊！智慧厅。好精致的建築，在台灣咧見過咁多嘅佛寺咧，真係正宗嘅佛教嘅佛寺咧，就係呢一度係建造得最為精緻嘅。呢個藏經樓咧應該係比較遲起嘅，所以咧就起得比較漂亮精緻。咁啊，好可惜啦，就係太晏啦，所以咧就只能夠即係嚟到呢個時間為止啦。咁啊，嗰邊有位僧侶，本來想揾佢傾翻兩句啦，唔知道佢會唔會接受。咁啊，佢又向裏邊行咗入去啦。你好。你好，可以进来吗？可以进来吗？里边还有开发吗？这里边现在还有开发吗？哦，从这边过去是吧？晚上那个佛光寺还有开发吗？现在应该没有了。应该没有了。对，我看这个。如果要下去，这里这条路可以下去。嗯，好，佛光寺是在哪里啊？佛光山寺要往上。往上。下面是往停车场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看这里那个。你要早一点来。对，应该。太晚的话，太阳。没错，因为我在里边待的时间比较长，出来。五点就关了。是。那边也是五点，山门就关了。是好，然后这里佛光寺的僧侣多吗？在我们这边的吗？嗯，对。有将近一。全部的话，包含全世界一千多个啊！一千多个，在佛光山本山的也有1000个左右。一千个左右，这么多。都是拍的国外的。哦，好啊。对啊。然后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你们这个事吗？不要吧，你在直播，你在直播对不对？没事，不是直播，我是拍的录的，不是直播。就是这个是我们叫藏经楼。藏经楼。哎，对，是什么时候建的？这个是。它这个这一栋比较没有开放，因为它要预约的。对。然后里面都是放的我们星云大师的书籍。哦。藏经嘛。对。就是佛教里面有所谓藏经，还有其他还有佛教里面的经典都在这边。嗯、对。所以我们佛光山有佛陀纪念馆，叫做佛这里法，然后中。我们这是属于藏传佛教的。不是，我们就是大乘显教。哦，大乘。大乘的显教，显教一般讲藏传的另外一个就是显，对，是显教，哎，哦，大乘的，对，嗯，然后这个楼好像有点新哦，不是，这个比较新，是后期，这个可能1990几年，或者1980，这还没十年，
还没十年，这一栋还没十年，那就是2019年的时候建，所以我感觉好新，好这个是可能这五年才五年左右，五年。哦，下面那个佛光纪念馆差不多十年，明年就满十年。哦，然后佛光寺有多少年了？五十年了，超过五十年，超过五十年了。但是因为有的建筑物不是全部五十年的。对，然后我在拍上面，然后那个是全部都五十年，因为它建的时候它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嘛。对。但是整个总本山的历史，最早的那个佛光山的整个历史有五十多年了。哎，民国五十六年，就是一九六六。六几年，对对对，然后是谁在这里开这个？星云大师啊，是星云啊，星云大师在这里。你要这些资料，你可以到网络上，哦、网络上你打佛光山全球、好像有个普贤寺也是他，普贤寺在高雄啊，好像也是他，但是好像这边也有普贤寺哦，高雄普贤殿，高雄这里叫做普贤殿。对，高雄有个普贤寺，好像也是星云大师。对对对，你上网找这个叫做佛光山全球网。你要了解佛光山的话，是佛光山全球资讯网。嗯，我知道这个我有上过去介绍的。对，嘿，好，那你是出家人吗？哎，对啊。来，出家多久了？出家多久啊？这个不要。不过我没有拍到你，我没拍到，我在拍上面的景观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有好多了，有的是来这里当学生，就留下来的，有的来这里读书，他没有一定要留下来，他还是可以回去。然后这里有这个就是讲经的，有啊，讲经的场所，有啊，好多。我们像这里上面也有讲经，我们一般讲上课啦，外面寺院的话就是在寺院里面讲经。然后来这里做出家人的话呢，是要朋友要介绍还是？不是，可以自己来都可以。要考核的，我们要考核的。那个考核的过程是怎么样的？一般我们佛光山是以收年轻人为主，但是不一定了，这个是早期，因为我们先进来要先读书嘛。对。然后读书，然后读些什么呢？主要是佛教的经典。佛教经典，我是拍你的手，我没拍那个佛理啊，佛理是吧？佛教的经典，佛教经典很多很多要。然后需要通过考试吗？对，我没拍你，没关系，没拍你。然后呢，那个我们在聊天呢，主要是了解一下这里，因为我趁着还没走这个时间的话呢，顺便了解一下这里。就是年轻人的话，白天来很多地方可以参观。主要年轻人的话是所谓年轻人是几岁，大概什么范围？你如果读书的话，我们佛学院35岁以下。35岁以下。那他读完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资格呢？就是、你如果想留下来，你适合当出家人，会经过审核留下来。那、如果你想说要再回去，也有可以回去啊。或者是你留下来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事业单位。事业单位。哎，你可以回去留下来，就是说，有些什么事业单位啊？什么？我们有出版社啊，有文化的，有。报纸啊，有电视啊，电视台这么多，电视台也有啊，有啊，哦，有啊，像我们那叫什么电视台？这里的人间卫视啊，人间卫视，所以你上那个全球网就可以。哦，我们的电视台的名字叫人间卫视，人间卫视，人间卫视差不多历史20年了。对，然后不是说有佛光山就有，它是慢慢形成。人间卫视里面就是讲一些佛法的东西，但是也有一些是世间。比如说有一些尝试的啊，医学的啊，这些保健的啊，都有。然后年纪大的话呢，是怎么样才能够进来学佛？你可以学佛经呢？一样可以学进来啊。我们有佛光会嘛，你可以成为会员啊。然后会员的话，就是会员制的话，那你就是可以在这里有活动，你可以参与啊。我们有一个团体叫做国际佛光会。那住宿它是免费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要看你的身份。要看你的身份，如果你不是长期在这里的话，当然不可能给你长期住。对，比如说香港人，香港人的话，他没有居住，没有那个居留权的话，那个可能你可能只能短期暂时而已。那个我们没办法说让你这里住个一个月、两个月。我们上面还有那个
那现在比如说要了解这些的话，去哪里去？就我说全球网。到你们那个你香港的话，我们有佛光山的道场，你可以就近去佛光山的道场去了解。佛光山在香港有两个道场，哦，一个叫佛香讲堂，一个叫佛光道场。佛香讲堂是比较久的，它是在大楼里面的。都是在大楼里面的，不像这里有那么大的地可以建。是，好，那个我们里面有展那个一笔字。哦，一笔字长四展。大师写的书法。哦。星云大师，星云大师，我好像之前了解过他。过来一点，这个是他。他好像没有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那个大学教育哦，但是他。他那个时候处在战乱的时候。对啊对啊，但他的悟性，自己的自学跟悟性很高。就是靠自学。自学跟他的悟性哦。非常高的一个，哎，因为那时候在战乱，有啦，他还是有读过几年的佛学院的，不像社会上有什么大学什么，他没有大学毕业，对对，我知道是，但是大师一直在推广文化交易，对，所以这二三十年很多大学都颁给大师荣誉博士啊，或是什么这些学位。我刚才在那个什么很好几个塔哦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八大塔、哦，那个他写了很多，他有一本书，那个什么塞根谭，对啊，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，对，一般世间看，没错，给因为佛经的话，给俗家的这个一般的人看的，对，是。你白天来这个就有可以进去参观。他那本书在哪里有的买呢？哎，我们有那个书籍的流通处，你那时候也可以问他们，或者我们上面佛光山有那个书籍的流通处，或者我们山下那边，但是现在都关了，都关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耽误你时间啊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呢个系头先同一个出家人啦，僧侣咧，僧人咧就倾咗偈，咁就了解咗呢度佛光山嘅一啲嘅情況。其實佛光山原來係已經有成五十幾年嘅歷史噶啦，咁咧係由星雲大師創辦嘅。同埋呢度有介紹啦，曼陀羅園啊，向山上走，向山上行咧，就有個曼陀羅園啦，大雄寶殿。咁喺頭先呢一個位置啦，就有法寶堂啦、法寶廣場、靈山聖會藏經樓、養生蔬食館咧，就喺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嘅外圍嘅入口個地方嘅。咁大家咧就真係爭取機會嚟呢度行，嚟去接受一個宗教嘅熏陶。佛教的分途，一不自常涉展，欢喜自在。佛光山藏经楼，咁啊，你可以去藏经楼嗰度欣赏啊星云大师的一不过写的字啊。書法好了，咁啊，各位朋友，咁啊，好特別有呢一個時間碰到一位佛光山嘅真人，咁啊介紹咗佛光山呢度嘅一啲嘅情況，同埋咧喺呢一度出家點樣可以喺呢度出家，同埋呢度學習佛經嘅情況嘅。如果你想喺台灣出家，不妨考慮嚟佛光山。高雄的佛光山這裡。好了，多謝你的收看。